世上并不存在完美的计谋，任谁也无法做到算无一策。以前那个总说自己管仲在世子房复生的司马家二公子哪儿去了？哎，童言无忌。不过即便一切都失算，我也替你留了最后的杀招。那怪物终于来了。火哥，火来的正是时候。什么正是时候？这家伙就不能早点来？别乱，守住阵型，别乱。你终于来了，竟然连吕布也乱了。仲达，你说的机会来了。用兵之道，虚则实之，实则虚之，用虚效制造真效。阿火，最后的杀招就是赵火。